牛说牛有理，熊说熊有理，到底谁有理？欢迎收看《迎战期权》，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邱老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台子今天以上涨五十点来开出，最高点出现在九点三十六分，来到一零七二九；最低点出现在十点四十八分，来到一零六七七。 今天整个高低区间仅仅只有五十二点，而现货的成交量也只剩下九百六十九亿。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叫做“山中无老虎”。各位投资朋友，为什么今天邱老师要下这么一个标题？我们都晓得这个台北股票市场里面啊，这股票市场里面，今天整个不要说今天一直以来最大只的老虎是什么？ 当然就是外资喽。而今天我们都晓得，外资啊，今天是尤其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是它的国庆日。昨天提早收盘，今天也出现休市的状况。那么最大的老虎这个外资啊，今天基本上都是无声无息。这个时候，当然对台北股市来讲，今天可能就没有戏唱。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果然就出现一个量缩震荡的行情。但是呢，在这种量缩震荡的行情里面， 要怎么样才能当赢家？很简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抓到当天关键的转折点。在震荡盘里面，你要当赢家，唯一的方法就是抓转折。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整个走势里面，第一个转折在这个地方高点，第二个转折在这个地方低点。今天如果能够掌握这两个点位的话，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最好的方式是掌握这个点，因为你可以看到，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放空的话，是不是今天？ 幅度比在这个地方做多还要来的多呢。那么有没有办法，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就能够掌握今天最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到，老师今天所下的测标，如果今天你是我的会员。 在早上开盘之前，你就已经能够掌握今天的转折点。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你就能够领先别人，知道当天最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不管你是在这个地方预挂空单也好，甚至呢，你今天的多单或是昨天的多单，如果可以平仓在今天这个最高点的话，对你来讲，你的绩效是不是能够大大的提升？但是你回想一下。 如果你手上没有任何的工具，你光是靠直觉、靠画线的话，你今天在开盘之前能够抓到这个点位吗？如果你没有办法抓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找一个好的软体来帮助你？待会老师会来跟大家公布今天会员所收到的简讯。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在今天早上老师怎么样替行情来做规划。我们看到牛熊最前线，第一个。 道琼及 S N P 五百再创历史新高，带动多头气势。第二个，台指月线向上穿越季线，出现黄金交叉，有利多方。第三个，美元反弹站上月线，外资连续两天卖超台股，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亿。第四个，美国独立纪念日，电子盘波动放缓，台股量缩不利攻坚。我们看一下结论。 昨天美股提早修市，多头仍然奋力拉抬，道琼及 S M P 五百啊再创新高，带动台指早盘挑战一零七零零，但是大盘成交量偏低，而且外资转买为卖，近期啊恐陷入整理。观察昨天的走跌啊，未平仓量下滑，显示回档空间也是有限。空手者今天短线建议观望。在今天早上九点二十四分，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现货一开盘的时候，你就能够收到邱老师替大家准备的这个牛熊最前线，你是不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充分掌握住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的技术面，包含的筹码面，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通通都在里面。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有多单的人就去找利多的新闻来看，有空单的人就去找利空的新闻来看。基本上，你只是在找寻自己的安慰，你只是在找寻自己想要看的资讯。过去一直以来这样子的。 做法对你的操作有任何的帮助吗？完全都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首先第一个要件就是呢，每天早上你要同时吸收到。 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花时间来找资料，把这个工作通通都交给邱老师，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 LINE，加入我的 ID。我的 ID 是小老鼠 A 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 小老鼠 A 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只要加入我的 l i t 每天都会提供你独家的牛熊观盘重点，而且是完全免费的资讯。除了在开盘之后有实战的操作的资讯之外，在每天收盘之后，你可以发现老师把所有盘后的资料把它加以。 整理加以计算之后，把它转化成图形的方式，让你能够在十秒钟之内就可以知道今天盘后所有数字的变化，甚至还包含明天的气温的预测。所以对你来讲，绝对是一个好帮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牛背背的新闻。 降息预期升温，美国的乐色债急增，六月发行额创一年九个月的高点。我们都晓得啊，最近整个降息的预期是越来越高，而美国的公债直利率的啊越来越往下走。而这个时候啊，各位很多过去啊信用不好，所谓低信用的这些企业，这个时候纷纷都在市场上发行债券来吸钱。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如果呢，你今天是一个收入很稳定的人，每个月的固定的收入，而且工作非常稳定，你跟银行借钱。 是不是非常容易，而且利息也比较低？那么相反的，如果你今天有一餐没一餐呢、啊，而且常常收入都不固定，这一种状况，你要跟银行借钱，相信是非常的难。就算借到了，这个利率也会比较高。那么一样的，企业跟个人是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很多过去体质不好的这些企业，看到现在利率往下走，纷纷就发行所谓的垃圾债。 这就是我们台湾常听到的叫高收益债，而这个时候它能够发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上实在是太多钱了，所以这些钱通通都流到高收益债。那么按照过去的经验，只要高收益债的发行量大增，而且它的价格不断的往上走的时候，通常就代表市场上的钱非常的多。对美国股市来讲，这就是一个领先指标。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整个美国股市啊，尤其是道琼。 在上一次突破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来到一个高档整理的心态。老师这一段时间不断的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去猜它的高点，因为它没有非常明显的反转的一个迹象。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呢、啊，虽然提早休市时间少了三个小时，但是呢，还是出现一个大涨，而且创下近期的一个历史新高。那麼我们再看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现这一个下降趋势线呐、啊，自从上次跳空之后。 继续往上来做一个挺进，技术面也是偏向一个多方的走势，而且再加上月线才刚刚穿越季线，出现黄金交叉，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美国股市老是一直在强调它的技术面都没有出现转弱的迹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往上做挺进，因为呢上面没有压力，而下面有非常多的支撑。按照这种简单的道理来讲，当然美国股市往上走的机会就会非常的大。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这是台子啊的未平仓量，这个前天跟昨天呢、啊、少了八千多口，为什么老师要特别提出来呢？你可以发现到哦，在这一波的上涨格局里面，各位可以仔细看，每一次收红上涨的时候，未平仓量都是增加的；但是当收黑下跌的时候，未平仓量都是相对减少的。而昨天出现一个大跌的走势啊，未平仓量一口气少了八千多口，这个怎么解读呢？老师来教大家。 从期货的筹码面来看，如果在涨的时候未平仓量增加，代表它的动能增加了；在跌的时候未平仓量出现那个下滑的状况，代表市场上从筹码的角度上。 并不认同回档的走势，所以短线虽然出现回档，但是呢，从期货的筹码看起来，回档的空间相对的是有限。而在涨的时候，这个加的油门比下跌的时候还要来得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现在整个期货筹码还是偏向多方。那么另外呢，我们看熊妈妈。 这个新闻最准，利率曲线倒挂满月。IMF 说，美国有五趴的机会严重衰退。我们都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利率倒挂”。什么叫做利率倒挂？很简单，一般最准确的利率倒挂就是用美国三个月的这个国库券的利率跟十年期的公债的利率来比较。我们在想，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今天银行借给你一年的利息，跟借给你十年的利息，哪一个会比较高？ 当然是十年嘛，利率比较高，因为十年之内这个风险比较大，相对它利息要收高一点。可是这个时候刚好现在完全相反，十年的利率低于三个月的利率，这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征兆，通常接下来都会出现所谓的经济衰退，而且呢，出现的时间这个利率倒挂的时间越长，出现经济衰退的机会也就越大。我们可以刚刚看到已经来到一个月的时间。 都出现所谓的利率倒挂，但是呢，各位一定要记得，老师接下来讲的这句话，你要仔细的听好哦。这个经济衰退之前都会出现利率倒挂，但是呢，利率倒挂之后不一定会出现经济衰退，所以呢，各位还是要继续关注这个利率倒挂究竟是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再看，这个是 A 五十指数跟台北股市的比较，我们都晓得 A 五十指数是台北股市的领头羊。 只要能够掌握 A 五十的趋势，就能够掌握台股接下来的多空方向。从过去你可以发现到，每一次的转折点几乎都是在同一天。整个形态上，两边的市场的走势也是大同小异。而且呢，在一月十五号的时候突破颈线 A 五十，出现一波多头的攻势。同一个时间，台北股市也是一样出现一个上涨的行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A 五十期货的日线图，你可以发现到，上一次经历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回撤支撑不破啊，技术面出现了一个震荡打底的形态，接下来就是一个跳空上涨，直接站上季线。那么接下来呢，站上季线之后，也是出现一个三角收敛的行情，然后呢，接下来在末端再继续往上突破，可是这个地方要特别的留意哦。 你可以发现到上一次跳空之后啊，它都是守住这个缺口，没有出现跌破。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次啊，连续三天 A 五十都出现下跌的走势，已经跌破了这个长红棒的低点。所以从技术面来看，A 五十现在有一点点转弱的趋势。如果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A 五十的确可以领先台北股市的话，那是不是也代表台北股市短线上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到六月啊，都是出现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格局，所谓出现所谓的上升通道。但是呢，之前啊，前两个礼拜出现大跌的走势，外资开始买进台股，但是从这个地方。 前大前天开始啊，美元指数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各位可以发现到这几天外资是不是开始有原本的买超台北股市转成卖超？所以要看接下来外资的动作。首先就是一定要关注整个美元指数。如果美元指数啊在这个地方震荡之后继续往上做反弹的话，那么短线上外资继续卖超台股的机会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整个美元指数的走势。 那么熊说熊有理，牛说牛理，到底谁有理？老师要告诉你，实战才是硬道理。今天开高之后出现一个上下狭幅震荡的行情，我相信，如果你今天早上有看到邱老师的牛熊最前线，你就可以知道今天会是一个震荡盘。那么既然是震荡盘的话，该怎么样掌握它的转折点，就是今天能不能够成为赢家的关键。那么呢，今天两个转折点，一个在这个地方。 一个在这个地方，那么当然能够空在这个地方，比买在这里，当然机会来的更多，因为下涨的空间比较多，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我们已经率先画出了这一条压力点，这个压力点叫一零七二四。如果你在今天早上收到我的讯息，在预挂空单，你会成交在九点三十四分，在哪里可以赚到三十点？ 十点三十三分，一零六九四就来了。今天两口台子空在这个地方，买在这个地方，轻轻松松就有六十点价差的机会，等于新台币一万两千块。各位投资朋友，今天不管你是不是预挂空单，或是呢你昨天有多单，今天开盘进场做多的人，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可以平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今天最漂亮的甜蜜点？我们就来看一下。 早上八点三十八分，期货四十五分开盘之前，会员收讯后预挂一零七二四做空，一零六四七做多。所以各位投资朋友，我们棋子当中的最佳工具——鹰眼预判系统，每天早上八点三十五分，胜负已定，掌握鹰眼，掌握关键。老师知道有很多的投资人都喜欢买软体回去自己抓转折，结果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软体一打开之后啊，发生什么事情？它会告诉你上面有五道压力。 他会告诉你下面有五道支撑，这还是客气的。我知道有一些软体十几二十道的支撑压力都是在所难免，因为呢，他们全部都是用开盘价来算，而且密密麻麻的支撑压力。如果你是投资人，你到底该选哪一个点位才是今天最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我相信买过那种软体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根本不知道怎么选，每天都在猜猜看、连连看。但是呢，你今天只要拥有我们的鹰眼预判系统。 第一个，我们领先市场，在开盘之前就已经算出来今天的转折。第二个，你不需要去买软体，你今天呢，只要有手机，走到哪里都可以收到哪里，因为我们全部都是计算好之后，用简讯的方式发送到会员的手机里面。你想想看，如果每天早上你都能够领先市场，在开盘之前就抓到转折点，你的操作的绩效是不是能够大大的加分？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让行情啊，今天回到今天的八点四十五分一开盘，你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开盘出现一波的急拉，当大家还在想到底哪里是转折的时候，我们老早就已经划线在这里等。你今天只要是我的会员，一定都会收到这个一零七二四在这边预挂空单的讯息。接下来果然出现转折，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轻轻松松就是三十点入袋。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让时光倒流，今天的行情对你来讲绝对不会受伤，还有机会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所以呢，想要当赢家，一定要找专家。我们先进段广告，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亚洲投顾邱老师，一天一趟，转完收工。 不留仓不熬单，Money Money 很简单。真正十六年的期指实战经验，一门深入精准分析，洞悉露股掌握契机，是您不可错过的当冲天堂。将专业交给老师，把钞票留给自己。赢家专线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赢家专线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亚洲投顾邱老师一天一趟，转完收工。 不留仓，不凹单，Money Money 很简单。真正十六年的期止实战经验，一门深入，精准分析，洞悉露股，掌握契机，是您不可错过的当冲天堂。将专业交给老师，把钞票留给自己。赢家专线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赢家专线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 A 五十指数天天 A 五十点，各位投资朋友，从老师开始在节目上跟大家介绍 A 五十指数，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而且都充分的感受到 A 五十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冲的商品。如果你还不了解，如果你还在观望，你只要记个几个重点。第一个。 做 A 五0要不要再另外开其他的账户？完全都不用，用你现在手上做台子这个账户，马上就可以进场。那么做 A 五0要不要换外币？要不要换美金换人民币？很麻烦。我告诉你，完全都不用，用你手上的新台币就可以下单。那么第三个，做 A 五的时间会不会很长呢？各位投资朋友，你今天只要跟着邱老师一起进场，我们最慢最慢。 中午十二点都会打完收工，绝对不留仓，绝对不凹单，不会让你有跳空补保证金的风险。也就是说，你现在有做台子棋的朋友，同一个时间都可以跟着我们来做 A 五十的当中，如果你想要操作整个大陆股市的波动，最快的方式就是加入我们的 A 五十特战队。我们 A 五十特战队。 条件成立，马上出手，当日冲销，速战速决，千锤百炼，战力十足。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 50啊，你可以发现开在平盘上下震荡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甚至在一点钟重新下午盘开始之后，又出现了一波下杀。那么今天该怎么做呢？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做法。老师在九点二十一分的时候通知所有的会员，在一三七二二点五全部进场放空。老师要特别强调一次，我们的试驾单一天只会出手一趟，绝对没有第二趟，也没有第三趟。也就是说，你在节目上所看到的都是我们会员当天的唯一一次进场，绝对不会像其他的老师，第一批可能被扒。 赶快做第二笔，第二笔再被扒，赶快再拼第三笔。只要第三笔赚钱，他上节目永远只讲赚钱的那一笔。各位投资朋友，如果过去你有这一种的遭遇，有这一种的经验，各位，你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加入我的团队，绝对不会发生。因为呢，我们一天只出手一次，你所看到的一定是我们当天的唯一一次进场，而且每一个人的点位绝对都一样。 那么今天啊，在九点二十一分跟着我们进场放空之后，你可以发现到守住停损。我刚刚讲过，最慢最慢在中午十二点没有打到停损，十二点平仓来到一三七一五。今天在这里放空五口 A 五十，在十二点钟的时候平仓，各位五口 A 五十保证金新台币十五万，你就有两百八十七点五价差的机会。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扣讯 早上九点二十一分，A 五十指数目前一三七七二点五附近收讯后，务必试价做空至少五口。另外，预挂五口在一三八二二点五，提损设在一三八四七点五。在这个序期里面，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包含的进场点，包含的加码点，包含的停损点，我们都交代的非常清楚。你今天想要做 A 五十，你不用研究它的基本面，你也不用管它的技术面，不用管它的筹码面，你也不用管川普、习近平最近又讲了什么悄悄话。你今天只要看得懂中文。 看得懂国字，收到讯息之后按表超客，把这个资讯告诉你的营业员，请他帮你挂单，或是呢自己透过下单软体把点位挂进去，你今天就可以跟我们的会员一样，成为市场上的赢家，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 A 五十为什么操作起来比台子简单？因为你可以发现，今天它整个震荡区间有一百四十七点，台子期只有五十二点。各位可以发现，两边呢其实震荡的趋势非常的类似，最大的差别就是 A 五十的波动往往都是台子期的两倍以上。我们都晓得，做期货当中从来都不用选边站，只要有波动，有足够的波动，就代表充满了当冲的机会。 波动越大，代表当冲的机会也就越大，所以想要当冲的人绝对不能够错过。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A 五十特战队啊，老师要告诉你二十战十四胜，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人都是只会事后诸葛亮，或者只是告诉你他今天的操作，但是邱老师今天要告诉你，不是只有一天两天，我要告诉你整个上个月我们所有的操作，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每天都在找寻赚钱的方法，找寻交易的圣杯。各位，真正的交易圣杯绝对不是百战百胜，而是要找到一个稳定的金融的操作工具，能够带给你一个稳定的操作的一个获利，这才是你最想要知道的，对不对？不是每天都想说要一夕致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你靠靠着金融工具的操作，能够稳定增加自己的财富？ 当然就是有，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你跟着我来操作 A 五十，在过去的二十天啊，也就是整个六月份，我们把每一天的胜负全部都登记在上面，每一个胜我们不要多，一口单赚五十点就平仓，一口单赚五十点就平仓，那每一个负也是一样，停损固定五十点，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赚五十点。 赔五十点来代表胜负的话，你用三十万的保证金跟着我进场，光是这六月份你就有十二万增加财富十二万的一个机会哦，各位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如果你每个月不要说增加十二万的收入啦，增加十万块的收入。 对你来讲，对你的生活是不是非常大大的有帮助？不管你想要买什么东西，想要去哪里玩，或是带给家人什么样的惊喜，其实呢，只要口袋有钱，通通都不是问题。而真正老师提供给大家的，就是用稳健的操作，我今天才敢把每一天的社负全部都写在里面。所以呢，各位。 我们现在一个最好最好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四九九吃到饱，一路提你到封关，再加上好礼一八八。如果过去你一直在找寻一个赚钱的方法而找不到，那么现在你有一个全新的机会，给老师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这市场上真的有交易的圣杯，重点是你有没有机会来尝试。各位投资朋友，现在最好最低的门槛就在这个地方，四九九吃到饱，一路提你到封关。另外在 加上好礼一八八，千万不要错过。当赢家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加入赢家的行列。我们明天再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